他明明就是金宇真前男友，但是好像戏份是我好像哎、欸，算是我跟你比较多吗？对对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感觉是你朋友。对啊，因为你看金宇真也有情，跟他也有情，跟易子彤也有亲热戏，我跟易子彤也有亲热戏。对，因为是你。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你可以，对，是你。我觉得你我可以。原来子彤约喝酒是有别的目的，是有目的性。对，他想借酒壮胆啊。就直接喝完，然后回去那个回去宿舍。哎，宇真，我搬家了。对，我跟子彤要一起住了。二次伤害。我刚刚在说话的时候，其实金宇真在等我，知道吗？他在那边等，他等我书画完，我们要出发的时候，他才愿意。好了，那我回家吧。我觉得他可能某一方面就是怕我跟石磊走太近，是不是害怕？这样子吗？是不是害怕？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再看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我说我先走，我还有事先走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觉得这野餐看起来像什么？而且全部都菜。我说要是我演唱，我一定会买披萨、炸鸡。对啊，怎么会有人吃菜啊？这一切都要怪学长，他主办这个。你先拍这个。所以食物应该也是学长准备的啦。刚哥过来一下，刚哥。动作问脚踩哦，动作脚踩哦，动作。你野餐准备饼干，你这样不行哎。你煮焦了，你怎么煮焦不准备素食？素食养生馆。对啊，你拍他们两个互相生气的样子，拍他们两个互相生气的样子，然后你拍他们两个甜蜜的样子。好，来我拍你们四个在三两个孤单一人前男友的样子。哎，你也是想离开的情绪。对。没关系，你先留给我离开。好冷，我好冷。换那个，对我有点，今天现在有点冷。想哦，甜蜜一点。我这样。死了，我就是在旁边，都长甜甜。然后三二一。好，来过去，快点。对，快点。